杨哥你们好，五位哥哥好，哎弟弟你好。我们今天在后台的时候，玛莎一直在模仿你唱歌。你想听听看吗？我很想听听看，很想听看的。因为今天听说就是你会在台下看我们演出，对，这样子。对，我一直都在看。对，所以我们有点紧张。然后紧张的时候呢，要找一个这个舒缓自己情绪的方式。是。于是阿信就提议了说，那我们来学这个浩哥唱这个派对动物，所以大家就闭着眼睛唱就对了。没，我看得到你的眼珠子，看得到。我觉得这挺好的，因为我们另外一个团员，我到现在没看过阿眼珠子。真假在哪里？石头。真的吗？你们都是单眼皮的这个单眼皮性感帅哥的系列。哎，是不是要来那个？不然来那个。来中间认一下你的那个兄弟好了，好吗？只能重来。